梁晨是个好孩子，我不能给他往沟里带。你闺女看着他，那是你闺女有眼力。可是，我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就你那臭底子，能跟梁景元他们家拍上亲戚，那是你叔爷海的造化，你还嫌不知足是怎么着？我害怕。你怕什么呀？啊？ 你怕你闺女和梁晨成了亲，回头何爽的事儿现了，再把你给饶进去，是不是？只要堂主任您的嘴严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<笑>你呀，把梁晨整我的黑材料全都告诉了我啊，是想让我们两人两败俱伤，对不对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堂主任，我是提醒您呐，你多留个神啊。说这么些年了，这对。 狗男女臭流氓，自个儿不要脸，到头来惹咱哥俩一身骚，你说是？谁是流氓？你我才是流氓呢！我憋他坏水，我认。背着他，或者忒累，我也不想再背下去了。报应的事儿早晚会来，你也认了吧，舒一海。不是，我要是认了，那梁晨非把我活剥了不可呀！再说了。 我当时恨的这康胜利，你谁能想到何爽？我也明告您吧，堂主任，但凡大事小情，那都讲究个三头对案。这件事情只有您知道底，没有第二个知情人。反正您要把我撂了，我也不怕。我是什么都没说，什么也都没干，谁能把我怎么着啊？这老天爷知道的事儿啊，你早晚躲不过去。 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报应早晚会来。坠海，哎呦，不好了！哎，老叔，快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快点救救我！哎呦喂，唐主任，救人呐！ 哎呦，副主任同志，我刚才干嘛呢？你这是一惊一乍的。不是，副主任同志，我刚才让这塌方给弄懵了，就唐主任说的有关梁晨的反动言论，好像是我听岔了。唐主任说的是梁晨是个好小伙子。<笑>我说你们六号院出来的人是不是神经不正常？是，哦，不是。 现在呀，由不得你出尔反尔的说是与不是，他的问题要等组织上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。副主任同志，我真的是听岔了。这梁晨说话就跟我闺女结婚了，您说，这哪有老丈杆子告未来女婿刁状的道理啊？这是关系到我女儿政治命运的大事儿啊！这是，我求求您了，副主任同志，您得给。我们这是一级政府机关，不是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的戏台子。 什么人呢？那咱就只当是没听见、没瞅见，成吗？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 老叔他那是造孽呀！是是造孽。可慧兰同志，这常言说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您就好好的诵您的经，念您的佛，不成吗？我得把这件事情告诉组织。组织？谁是您组织？街道居委会？他不是啊，您的组织他早就解散了。 他就算是没解散，那他也管不着这凡间的事儿啊。居委会成天的学习，我的思想跟先前不一样了。马哥，你的觉悟太落后了。我落后了？慧兰同志，您还常说一句话，什么什么今世来世的？预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对呀。 这都是他们的因果，咱不跟着掺和。我怕万一您再掺和进去，
这麻烦就大了。爸，我回来了啊。哦，哎，强子，过来。打明儿个起啊，少跟那梁家老大还有赵远在一块儿凑合啊。这凭什么呀？我在外边受了欺负，回回都是梁成哥帮我打抱不平。你是怎么学习的你？这哥们义气要不得。要没有哥们儿，那还算男人吗？不是。小梁啊，哎，我和老李啊是师兄弟。按照老李说，你应该叫我一师叔才对。师叔您好。好，来，你看这个。咱们服务局的领导呢喜欢这个样板戏，正好咱们这儿又来了一批复转的文艺兵，现在市里边又举办这个八个样板戏的大汇演，他们正在排练着呢。我就跟你师傅要人，说好听点叫这个化妆，其实就是这个男活女活要都能干的就行了。你怎么样，成吗？没问题，真没问题。我信。小梁同志啊，是这样啊，咱们这个事儿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正事啊。这可不像你在理发馆给人顾客理发，说这头发长了没剪好再改成短的，咱们这事要出了纰漏，那咱俩可就成了日本船了。什么船？日本船满丸。嗨，您还真逗。师叔您放心吧，保证给您完成任务。哦对了，以后当着外人可别叫我师叔，知道吧？哎，行了，就这样吧。你现在就去这个大食堂找那个宣传队的队长康立运去报道去吧。得嘞。当帮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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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这女的长得可真够水灵的啊，漂亮的我都不敢拿上眼瞅她了。你也就是看看，人家早就名花有主了。有主怎么了？结了婚还能离呢？那咱也没戏。哎，你看这眼红长青的了吧？那是人家男朋友。啊。停一下。爸，你干嘛呀？你这不是打扰演员创作吗？尚红，这个吴清华来到了解放区，他当时的情感是什么样的？他激动万分。就光激动万分？你应该再想想，调动你的想象力。哎呦，爸，有什么您直说，艺术指导不是考官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吴清华呢，逃出了南霸天的水牢，但是他并没有逃出南霸天的魔掌，后来被这个吴老四又给抓回来。这南霸天为了杀一儆百，当着所有丫鬟的面，差一点把吴清华给打死。后来吴清华是通过长青的指路才来到了解放区，你想想他那时候的情感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他就应该是那种失散多年的孩子，后来又突然见到了母亲。我懂了，康叔叔。嗯，你要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表现刚才捧起红旗的这段表演，那你就应该是对的。看不出来呀，爸，搞音乐的对舞蹈也这么了解啊？艺术这个行业都是相通的，
你们舞者呢，是通过你们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人物的情感。好，你们再来一段。谢谢您，康叔叔。好，那咱们就再来一遍吧。哎，韩叔，放音乐，来来来。哎，梁大妈，哎，洗衣服呢，来，给我吧。不用，就省得事儿。嫂子，就省得用。嫂子，您歇着您呢，有什么活就让赵鑫干。哎，我哪好意思麻烦赵鑫姑娘，倒是她隔三差五的总过来帮忙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嗨，嫂子，就差一层窗户纸了，咱这当老家的也该替孩子们张罗张罗了。我还正想这个事儿呢。哦，哎，咱们进屋说啊。哎，得，哎，您先请。哎，您请。您先请。哎，您请。客气。哦，对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不用，您太客气了，咱说会儿话，不可。咱一块住着都快20多年了，可不是吧？再怎么说，咱也是知根知底的老街坊了，脾气秉性，咱谁也瞒不住谁。按这个老理啊，这南方的老家该上女方家下聘了。我和老梁啊，选一个好日子，一定要亲自登门正式拜访。我今儿只是先编个话。哎呦喂，嫂子，您说这话就见外了，咱们两家还有那么多说道吗？就差姓一个姓了，不必多礼，不然的话反倒显得生分。话是这么说，咱礼是不能少的，礼多人不怪。我这么着啊，闲话咱不提，老梁他肯定是不答应的了。是，梁辰啊，是你看着他长大的，对，他毛病不少，脾气还不小呢。嘿，我喜欢梁辰这孩子，泥球还有三分土性呢，我不挑眼。您闺女啊，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，没人不这么说。关键啊，是她的态度。嫂子，我闺女的心事儿，我这当爹的早就瞧得透透的了。我这当爹的做她一半的主，没什么意见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哎，梁生哥，你回来了啊！哟，怎么洗上我们家衣服了？洗衣服凉快。这个赵鑫看上你家梁辰呐，咱们老家就是去哪说和尚，是不是？你说这又不是父母包办，没什么大差的。您呐，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就行了。哎，你说大少爷，大少爷就到了。我说你们俩这嘀咕什么呢？我先声明了啊，个人问题我暂不考虑。你什么话呀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和赵鑫姑娘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？赶紧定下来，你甭管了。我和你一海叔啊，给你们俩张罗婚事儿。对，谁规定青梅竹马就要结婚呢？两小无猜的多了，我跟你们家赵远还两小无猜呢，也结婚啊？挺大的人怎么不开窍啊？你不成亲，成天和赵鑫姑娘说说笑笑的，人家一姑娘家没事跟你个大小伙子斗什么咳嗽啊？帮你干这干那，人家有病啊？我雇他了，还是我逼他了？哎，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？大嫂，哎呀，算了，大嫂，你娘儿俩说话别呛着来，行吗？这那个梁辰说暂不考虑，您可听明白了，是暂。人没说不考虑，不是吗？是吧？赵鑫跟梁辰现在干什么事都在一块儿，跑不出那圈去。男女处必生情，这都是再论的。你这当老家的犯不上着急上火的都。那赞字也去了我。嗯，您二位啊，别在这儿给我们瞎撮合了。我那正事儿没干完，什么也不考虑。哎，梁辰，我知道你说那正事儿是什么啊？不就老唐吗？是。他已然嗝屁了，不是还有一主人五人六的活着呢吗？这人谁啊？你告诉我啊。梁辰，你听妈的一句劝成吗？妈，您都劝了我100多回了，哪回我听了？哎，梁辰，
这样啊，你易海叔帮你找这人，这婚姻大事咱也不耽误，对吧？生产生活这两条腿咱们同时走，怎么样啊？哎，再说了，咱们两家成了一家子了，那力量不是更大了，对吧？年轻人到了这岁数，他就没有不想媳妇儿的。赵鑫，啊，你别弄了啊，别洗了，我妈能干活。连长感觉就不对，拿的哪是枪啊，整个一烧火棍。停！我啊，小红。怎么了？高凌啊？他哪儿的？他，哦，那个，这是咱们那个宣传队新来的理发员梁师傅。他从上班到现在，那嘴巴都没闲着，不是这儿不对，就那儿不行的。小红，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呀？他一外行。置什么气呀？来，咱们继续排练啊！那个音乐继续。不行，我跳不了了。你听拉拉姑叫唤，你还不种地了？他又没说你。除非你让这拉拉姑给我住嘴，否则我无法进入状态。这是艺术创作，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跳的还不如小孩子过家家呢。梁师傅，说好听的您叫讽刺。说难听的，您是对我们全体演员的侮辱！啊！您这俩大帽子扣的可够吓人的，对样板戏，我敢吗？我不要命了！依我这觉悟啊，我肯定说不出来这种话。同志，是您用词不当。你胡扯！呀呀呀呀！这什么素质啊？啊！就这还挑大梁跳女主角呢？我看啊，您趁早歇了吧。你不是小红小。小红，你别难过呀，啊！吴清华呀，是个坚强的女性，样板戏不是那么好学的。哦，梁师傅，你能不乱说话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我们这些主要演员虽然不是科班芭蕾出来的，那也从小文工团长大的呀，啊！小红8岁就开始跳舞了，她在这儿，她说话我都给让3分。你让着他，他就会跳了。样板戏我们从小都看，谁不懂啊？吴清华是什么人？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，是南府的使唤丫鬟，是不屈不挠的叛逆者。他像吗？我看你啊，走大街上都拿范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有本事把功用在舞台上啊，不是猪鼻子插葱装像。不是，你怎么变法骂人啊？我这是骂人啊？这不是一比喻吗？哎，你们说说，这听不进批评的艺术家怎么进步？是不是？那梁师傅，您说说看，我怎么不像吴清华了？哎呀，小红，这见仁见智的事儿，你听他白话什么呀？你听多了反倒跳不行了。我今天非要听。您说吧，梁师傅。你从上到下没有一点像。我们天天都练功，小红的素质是最好的。我说的呀，是心里的功。你有去农村体验过生活吗？有本事啊，你就去井台上摇露露挑水，要么就下大田和农民一起绑地。吴清华的筋骨，是在练功房里练出来的吗？不脱三层皮，你怎么知道劳动妇女的感觉？简单的模仿，就能打动观众了。弱不禁风软不邋遢的，那不是吴清华，是南霸天家的千金小姐。你懂什么呀？你懂什么叫千金小姐啊？我是不懂，就当我乱说呗。但是我知道，跳舞不好看的，就跟那小跑的鸵鸟放屁似的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
你笑什么呀？他这是侮辱女同志，你知道吗？哟，刚才你也拿着枪跳舞来着，你也是女同志啊？什么意思呀？梁师傅说的很到位。康队长，你跟局领导联系一下吧，把队伍拉到农村去体验生活。他就这么随口一说，你就信了？不去也行，那吴清华您另请高明吧。你怎么跟我使小性儿啊？成，我跟领导谈还不行吗？梁师傅，谢谢您刚才那番话。您一个剃头的，不不不，对不起。您一个理发员，怎么对艺术上的问题那么在行啊？我有一剃头的亲戚告诉我，人人都是艺术家，只要他真实。他从小就教会了我，什么叫真实。打扰你们工作了啊。尚红，哎呀，不是让你真干。体验懂吗？感觉一下就得了。哎呀，你放下，让他自己来，要不然感受不到力量。梁师傅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您懂吗？啊，再说小红是我女朋友，您说我们俩这您就别掺和了。我没掺和呀，但不是您让我干的那个劳动监督员吧？让您干劳动监督员没错，那您也不能老监着我们俩呀，您说是不是？我们俩舞台上搭档，那是不是生活当中那就更得互相帮助了，对吧？那你干嘛下乡吃这苦啊？整个舞蹈队的人都是自己干，怎么就你们俩搞特殊啊？你靠边点儿！不是，梁师傅，要咱先半同好吗？在生活中他是单红，在舞台上他是观众期待的吴清华，哪头轻哪头重，您掂量着办吧。我不信，我不行了，我。哎，行行行，哎哎，你先给撂下撂下撂下，你放下放下。干什么事儿啊？都有个窍门。看着啊，腰要挺直，挺胸抬头。走路的时候呢，这步子要稳，让这个扁担啊在肩上尬悠，他就不欺负你了。明白？行，那让我试试呗。往前一点，好，使劲。行吧，尚红。行，没问题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儿。就小心点啊，尚红。哎。我真没想到，你能吃这种苦。包里是松节油，晚上让你姐们给你抹一下。我知道疼的滋味。爸说了，你这次演的吴清华，啊，已经不像原来的那个刻意模仿、追求形色了，啊，你的表演出神入化，活脱脱的让人感动。还是有距离的。咱们俩之间就没距离了。就是，你是真晒黑了，才十天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你也太不禁晒了。上台化妆闪闪了。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肤色啊。尚红啊，我说，
你干嘛呀？咱俩关系不是已经明确了吗？这有什么顺其自然的事儿吗？你说，干嘛呢你？我就喜欢你这个眼镜儿。干什么呢？善红，拒绝可以说吗？干嘛先这么狠手啊？那咱们俩之间的事儿，我爸我妈不都已经同意了吗？你不也默许了吗？默许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就是默许吗？就算我默许了，你也不该那么随便啊。我这怎么能是随便呢？这不顺其自然的事儿吗？那人的感情到这步了，他肯定是要有这要求的嘛。对不起，小康，我在这方面是严肃的。这无心脚给的，你说吧，有功夫你也不能往我身上使啊！不使，不使，咱就出问题了。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不想再给你第二个窝心脚。我给你做碗挂面吃。什么都不想吃了，我回去了。不，善红。善红，坐。给你弄仓抬高，注意队形，整齐啊。喝水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跳舞跳的越来越像我心目当中的吴清华了。停！停止排练，全体集合，包括后勤人员，全体集合。怎么了，康队长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有事情要宣布。今天的排练到此结束，后天我们下基层，各部门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准备。第二件事儿，梁晨，梁师傅，回原单位，我会马上通知工会主席，让他安排一位新的理发员来咱们宣传队工作。好了，散了吧。梁师傅一直干得不错，况且他还懂戏的，你凭什么让他走啊？懂戏？人梁师傅说话了，但凡看过《红色娘子军》芭蕾舞剧电影版的，只要不傻，都能说两句。我看梁师傅不是随便学来的，一看人家在下面就花了功夫钻研呢。钻研，纯属唬人。那你怎么没有让我们去农村体验生活呢？这十天的锻炼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飞跃。他的去留我一个人决定。吴清华，我大概不好找，剃头挑子还不是满街都是啊。行了，康队长，你也别因为这点小事儿气得嘴唇发紫，我立马走不就结了吗？等一下，梁师傅，我跟您一块走。我回去干我的剃头匠，您干嘛去？我回宣传科当我的干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我不干了。你去农村受了这么多苦，不就是为了塑造一好人物吗？局领导对你的表演给予了极大的肯定，你千万不能走。梁师傅说的太对了，你真的不能走。你是咱们这次演出第二幕的台柱子。这戏要是就剩下洪长青一个人，可就塌了半边天啊！我说康队长，你赶紧跟大家伙一块劝劝吧。梁师傅，你就别跟这儿假惺惺的演戏了，成吗？让我客观的评价一下您，您这人技术上没挑，艺术上呢也能蒙一道，啊。唯独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毛病，有点好色，不要脸的东西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犯小人，都崩到现在了，不还是没崩住吗？那你话说这份儿，我还不怕人笑话了？谁都知道小红是我女朋友，你却非要在我们俩中间插一脚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你当我不知道呢？啊，你给送饭，你处处关心她，你给她说戏，啊，安的什么心啊？分明就是不怀好意，诚心勾引小红。你就是因为这个让我回原单位是吗？怎么了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呗。是啊，就是啊，怎么着吧？怎么着也不怎么着，我现在走。瞧你那点出息。我也马上走。假公济私，康凌云，你丢人！哎，你们俩人谁也不许走。郝主席。今天要是姓梁的不走，就该我姓康的走了。
我看你走一试试。现在谁再说走，我马上处分他。男女恋爱自由，别人无权干涉。现在正是工作时间，你扯这些有什么用？咱们局领导为了这个戏下了多大的功夫，花了多少钱，我们大家伙儿不是不知道了。咱们宣传队现在已然是名声在外了，如果谁要砸了这个牌子，谁就是砸了自己的饭碗。更何况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非常光荣、艰巨、严肃的政治任务。韩林云，你的脑袋有多大，不用我点透了吧？梁晨，你现在马上给演员们整理发型，重新排练。都听见了，重新排练。哥，哎，这人是梁晨吧？啊，是梁晨。哎呀，这张是我们和好以后一块去天安门照的。哎，你小时候有一次回家探亲，你还见过他呢。咱俩和他们哥俩一块在净土庵那个六后院里头还玩过风车，有印象吧？一个小混蛋，一个小混蛋变成大混蛋。小混蛋变成大混蛋，山红，你最近见过他？哥，咱爸妈去干校之前，咱家为什么不在那院子住了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把它挂起来吧。支书，您找我？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不是回理发馆去了吗？吴清华那根辫子头发都糟了，我想找我师傅给他重新编一下。我不管什么辫子不辫子，你先给我坐下。你给我交个实底儿。什么底啊？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那个吴清华了？谁说的？人家是搞艺术的，我是一剃头的，我俩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。那是鲤鱼和鸠善，跟你没关系。那耍贫嘴，你这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跟这个女的呀，还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。她又不是阶级敌人，真走到一起又能怎么样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你自己说漏了吧？真没您说那么邪乎。您要说喜欢吧，有那么一点儿，但八字还没一撇啊，更别提那一那儿了。那正好啊，现在你马上就断了这个念想。为什么呀？梁晨啊，你是我师哥的徒弟，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啊。据我掌握的可靠的小道消息，这个女的在作风上犯过错误。你不然的话，凭他那条件，不可能不入党不提干的。他是白丁，纯的，100%的白丁，战士复员，那不挺好的吗？我也是啊。你小子傻呀？你听明白了，他是有作风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比政治上的问题更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师叔，打小呢，我就一直听你们大人说什么作风问题，这个那个的，作风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不就是男女感情问题吗？男女感情只有喜欢和不喜欢，只有欺骗和背叛，压根儿就跟作风扯不上关系。行，你别给我瞎白话了。你听不明白那是你的问题，我现在只是善意的提醒你，将来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跟我师哥那儿总得有个交代吧，对吧？您跟我提这醒，我还真没听明白。那我就全告诉你。您说。那你记住了啊。不许外传。梁师傅，这是您最爱吃的家常豆腐和溜肉片，我想够了，不够我再给你买件。您快点吃吧，吃完了再干啊。哎，梁师傅，
我们台柱子可是亲自把饭菜端到您的面前，你不吃也就算了，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？我要吃什么我自己买吧，你别操心了。你这人真是够奇怪的，我也没少见你给人家小红买好吃的呀，怎么人家好心好意买到你跟前了，你又在这驴脸呱嗒的？人家是好心好意。尚红同志，我谢谢你的好意。梁师傅，你说你平时你没事又招惹人家，人家对你上心了吧，你又不理人家了。哎，我发现你这男人真是挺奇怪的。梁师傅，太够哥们儿了，以前都是我错了。把你这手拿开。小毛，接绳子啊！哎，单红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给你留座了。小红，你坐这儿吧，我去坐道具车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单红，哎，连长，你们怎么坐道具车了？哦，上面没地儿了。小毛，连长，一会儿你们让女同志坐前面啊。不用不用，我们不搞特殊。代表宣传队向您表示感谢啊，并且号召大家伙向您学习，学习您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己救人的革命精神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医生呢刚才已经跟我聊过了，您的内脏呢跟骨头都没什么大事儿啊，大概一周吧那就可以康复了。小红，这个梁师傅手又没事儿是吧？他自己能喝。我愿意。哎呀，小红，你别救我好不好？小红，这是医院啊，在医院里边呢，有医生跟护士照顾梁师傅，咱们就别添乱了，咱们回去吧。你们回去吧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那我也留下来照顾他吧。一个人就够了，康队长，咱们俩先走吧。就是的，一个人就够了。对，没错。那小红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照顾梁师傅。你废什么话呢？梁师傅算工伤，单位里不安排人照顾，宣传队也得安排人照顾。我看我最合适了，因为他是为救我受伤，于公于私，谁都跟我比不了。那就算要照顾梁师傅，那也派个男同志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一女同志跟这儿一陪陪一夜的，多容易出事儿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当谁都像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呢？我都不好意思说。行了，你们别吵了。我头都快炸了，你们都走吧。小康，你跟连长先回去吧，今儿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留下来伺候梁师傅。就冲他奋不顾身舍己救人，他的品德也不会有问题。自己脏心眼子，就别把别人往歪里想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待这儿，我宁愿派人来。康凌云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这么管着我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你单独在这儿陪别的男人，我就不同意。你别在这儿放狗屁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从我身边滚蛋。除了在舞台上以外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我要做什么你管不着，你滚，你立刻从这儿滚出去！哎，干嘛呢？别
别人都休息了，安静点儿。忽然间，我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我小姨的影子。小姨说过，人是复杂的。我的思绪开始变得混乱和复杂起来。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复杂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骗自己。有一点是明确的，那就是我已经很难把这个女人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了。谁能知晓？知晓。